美国总统夫人梅兰妮亚和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走入小学的京剧教室，不止欣赏表演，更认真学起了京剧手势。说你们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说你们非常漂亮。西川会登场，两位第一夫人在场外也很忙碌，来到北京的板场小学和小学生一起互动，不仅拿起毛笔画猫熊，还现场体验写春联。两位夫人拿着亲笔写下的福字，笑得灿烂，气氛相当融洽。而彭丽媛更趁势向梅兰妮亚大力推荐中华旗袍文化，希望你们将来长大成为设计师，以后做一套漂亮的旗袍送给总统夫人穿，好不好？梅兰妮亚还特别和几位小学生一起考美式苹果派，做起第一夫人的美食外交。You like apple pie? Yes. Yes. You do. You like to cook?你喜欢烹调是吗？对，你也喜欢。相比参访故宫时的大一 PK， 梅兰妮亚和彭丽媛今天不约而同走起亲民路线。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穿着深咖啡两件式套装，及膝裙摆经过特殊设计，走动之间露出浅色内搭裙，看起来美丽大方。而梅兰妮亚则是以一身黑底拖地长裙现身，裙子上一朵朵精致的白色绣花，看起来十分活泼亮眼。举手投足都好优雅，两位夫人魅力指数直线飙升，成为西川会上的最美焦点。记者唐玉泉报道。